何为正宗桂林米粉？需要干拌来食用。因此，卤汁的制作和米粉的鲜滑至关重要。Classic Guilin Rice Noodles 的卤汁采用天然草本酿造，搭配自制新鲜米粉，食过大半，再倒入猪骨浓汤，强身滋补，风味独特。这是正宗的桂林米粉食用方式，也是何谓桂林米粉坚持传统、享誉湾区的秘诀。桂林粗米粉加上老友宽粉、螺丝细粉三款网红米粉和更多美味，就在何谓桂林米粉。